看参赛作品，到看入围，到看获奖。其实因为之前我们在家里也有看那些每一届的这个获奖作品，但是你没办法，就是说有一个参考，就是说从中选择嘛。这回我们其实也试图在看参赛作品的时候，试图看一下自己有没有这眼光，能不能成为。我们就成为评委。对，我们玩游戏，我们第一天来看所有的作品，我们就觉得所以在玩游戏。对，哪一个作品我们就会得奖，哪一个作品不会得奖。那你们猜的有没有八九不离十？应该说有的猜到了70%吧，有的猜不到。我猜到了开头，没有猜到结尾。我觉得是训练自己的那个眼光吧。那我就想说，或许这样子看多了，我们也会得，有一天能够。成为评审，那明就是说明年会不会再冲刺？肯定会。啊，这是一定的。就是虽说今年我们这组没有得到斩获，但是我们公司得了很多斩获。对，公司得了很多斩获，就是说我们没有灰心啊，就觉得就说其实获奖已经很棒了，离我们不远。我们今天早上来的时候，我们还说我们在天堂，我们在戛纳天堂，可是我们在过着地狱的生活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觉得。心态上吧，因为有点，因为还是希望有更多的，希望更好的成绩。但是在地狱呢，其实也能够学习到天堂的好的东西。哎呦，说的好有文化。地狱完了嘛，才是天堂的呀。好了，来对大家笑一个，三个人一起。